在上面三楼。真的？公尺的。十一了。在钓虾场遇到普星的选手。对啊。毕业了没？没有，他现在也跟我一样。哦，六年级。对。今年遇到的。今年遇到，在钓虾场，那你在钓虾场赢还是输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不好说。钓虾输了没关系，打球不要输啊。加油好不好？不要紧张，哎，不要紧张。这小朋友现在哈第一次出来友谊赛啊，都很紧张啊，那个失误率高到自己都觉得好笑。对，坐好坐好，专心专心。你不要急到做不好，不要急。哎哎，不要急不要急，来先坐好。哎，脚动脚动，坐好。后面要看球。哎，林医生，听一下好不好？要打中人啊！跑起来哦！脚步，你的球要碰到人，不要怕被接。不要怕被接，不要怕被接。
个，少一个。打穿也可以啊，没事，好。坐球，脚步，冲那么快干嘛？你接都接不好了，你要打什么？
你们为什么都在同一边？林廷翰，哎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球都接不好。